要坐吊桥。哎呀呀！这水太矮了。哎呦，就这个，哎呀喂！啊，这个手机掉下去就不用捡了。手机抓好了。还蛮晃的，看，这可以通行吗？起步与靠，它这个很低耶。哦，石头可以干，可以。头昏的呀，你旁边靠呢？这个应该很多人在上面抢架哦，在晃。人品还好啊，我刚刚有大概再看一下，没有什么景色。你要照到瀑布或照到河的那个部分，都一定要来那个吊桥。嗯，我们7:15加到油吧，先这样。这中间大概还停一两个吧。这个吊桥现在限制人数。